主持人抓着黄珊珊的手狂跳，显然前副市长似乎受欢迎些，而且旁边还有不少北市其他市场的自治会会长。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上面都是台北市的公有市场的会长，我们全力支持黄珊珊。选战胜两个月，蓝绿白全力拼场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新闻追求。